后边全是新疆，我给你确实漂亮。你看这个兄弟们，我不说话，你们以为我们在新疆？嗯，看看。甜甜的一滴，是吧？兄弟们，男人最大的快乐就是愿意帮个伙计啊，喝酒吃肉，没有比这爽的了。想吃啥说，我请。肉，羊肉。肉，咱在陕西吃个面行不行？各位，走，找个新疆馆子，咱们吃肉，喝新疆酒，有肉有酒啊，还有鼓励。还有鼓励，说酒跟肉你是没反应，一说鼓励，你这今儿这酒肯定喝好了。走走走，伊利老窖。哎呀，伊利特，这小的伊利特多少钱？58。拿一个，喝一下你们新疆的酒，景店的东西，一人一瓶，对，吹散了，劲儿太大了，太给力了，这酒。男人最开心的就是约几个伙计喝酒。哇，你说停就停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还差很多。停，现在正是伊利特去天呢。哇，这是新疆店必吃的手抓饭，这多少钱？这一个，这一个40。给我搞个大的，要这个，这个大。哎呀，这个太棒了啊，看这如何。这闻着肉味，闻着酒味就来了。给你们换个女性，我太懂你了。这伊利特不用倒，一个人直接一瓶，就说一人一瓶。你看，来。给力不？可以。到新疆了，来，我给大伙分肉。呼呼，看的不行。不行，得拿筷子。哇，这剪子，看。哎，好好。哎呀，这好东西，专门剪的啊。腿给我吧，这才是新疆吃法，太豪放了。哎，这个肥的是我的。来，各位，我就不客气了啊。我去，这太霸道了。就一把盐。好的吧，好的，给你们，我自己啃骨头。一个手啃骨头，一个手做人。后边全是新疆的，鼓励确实漂亮。我带着大伙去趟新疆怎么样？是，嗯，来了，看这怎么样啊？这东西就是萝卜鸭子，新疆是黄萝卜，加。你们今天吃饭有点不是很专心致志呀？这咋专心？一排美女。嫂子，你这黯然失色了。嗯，也不光你们不专注，这身边男的都不咋专注。萝卜巨甜，小人脸红了。太好吃了，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看，吃饭也要甜。不专注的时候对胃不好。去新疆前得学点维语。看这块肉，刚从那羊腿上剔下来的。嗯，经典过油肉，哇！你看这顿，兄弟们，哎，说实话，我不说话，你们以为我们在新疆了。哇。这就得这么来，嫂子站一下。我要吃肉。哇，你说这一碗面太多，别的都是浮云，有这就够了。今天觉得我的手抓饭不香了。看清炖羊肉，你别说这家肉是真不错，太棒了，我无语了。几个人把我面分完了。还给你吧，你吃馕包肉。馕包肉。还有个馕包肉呢，兄弟们，你们就吃吧，我等那个菜，我把馕包肉吃了再讲，不能浪费。我不吃馕包肉，你们吃。哎，老板，加一份面吧。这东西不加一份面，爆点煎物太香了。看这黄萝卜，新疆萝卜太好吃了，简直跟新疆的水果一样，甜的。各位，今儿干了多少肉，不敢算。来，第一个，哎，加面了。这是老板真好，给我又加了点面。你看，西北的面真是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过瘾。陕西就不用说了吧。面食天堂，宁夏的面片往兰州走，牛肉面往西北走，新疆辣条子往青海走，炒丁丁。嗯，我形容不了这面有多好吃，我能吃这三碟子。看这样你们别不动了，这肉都没人吃。妈呀，还有个馕包肉。来，各位，人生嘛，有酒喝肉，有酒有肉嘛，最重要的是得有朋友。不是我们戒不了酒，戒不了朋友。嗯，我这人胖，我得多吃点这健康。这馕包肉看样子是现弄的，这么大的盘子，哎呀，哎呦妈，这量太大了。你要是第一道菜上这个，别的我就不点了，怎么样？嗯，动，这一看都叠不动了，这我感觉我也叠不动了，这靠你了。馕包肉，看肉带筋儿的，兄弟们看。而是南控这个肉调料肉更重，跟抓饭里边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里边应该再下三份面，那就更绝了。看，我的最多。
甜甜的一粒，嗯，是吧？完了，酒没了，再拿一瓶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，拿一瓶酒，差不多差不多，一粒特，一粒特，把那酸奶给我，也可以啊，看这种流动的这种，正儿八经酸奶放时间长，它是有流质的这种。